我覺得我第一次出嚟去台灣拍戲嘅《非常城市》，我都想帶嚟俾一啲可能一新一代嘅觀眾可以有機會睇到我早期啲嘅電影。梁朝偉在2022年釜山影展中提及最想找到的悲情城市版權，時隔33周年要以 4K 復刻修復版重登大螢幕了。你倒位人？我。饰演英雅人士的梁朝伟一句话，除了反映国籍无奈之外，也重现了时代动荡的冲突感，逼出众人眼泪。日本多人上好，念什么日本人，念中国人啊？正人家正人家都无人听。不仅可以看到在2021年奏贤的雍北陈松勇霸气十足的模样，还有已逝的布袋戏国宝李天禄阿公，以及客串当代知识分子的张宏志、吴念真、谢才俊、张大春等，集权与民主的历史对照，字字句句耐人寻味。啊！这法律人咧写的，虽然兵起兵落了，咱本土人上好。念什么日本人，念中国人啊？正人家正人家都无人听。交好20年，11月初八，好天有云，想到日后会当每天看到这么水的景色，心内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李 Q 秀，李 Q 秀，你真正就帅，台湾怎么想？我们是真好，怎么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底啊？青灯本是举世皆拢看得到的。你讲家人哦，刚才我拍起一个未婚的，未婚你带来，他们现在大官在招书记。要当伊来外久？来未一年哦，你去过就二倍了。咱薪水去偌济？去到有1500哩。是你啦，这干嘛做政府？这做公司嘛，对不？这单机家的几个公司嘛。内地接收之后，许多台湾人的原来的工作都没了，将来我看迟早要闹大乱。你别这么着急啊，你走，害怕害怕。各位同胞，我的宣布建议，危险是为了保护你们。あんたはどこの人か？人いらん。我台湾人。